今日咧同大家介绍嘅单位系宇承轩嘅一个一座 B 室，中层嘅。咁佢系一个向南嘅单位啦，大门嘅左手面就系厨房，咁保养得都 OK 嘅。咁另一边就系洗手间啦，同样都系一手发展商买入时候嘅交楼标准嚟噶。然后我哋睇下个客饭厅，呈长方形嘅客饭厅，连接露台，采光度系 OK 噶，非常之光猛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没有走廊的设计是很悭位的，带大家看看露台景观先。向南望返内园，宁静舒适，隔离是星月居的泳池来的，都很开扬啊，见到个景。带大家看看主人房，有个很大的玻璃窗，然后呢摆放大床的位置都是很阔落的，门后面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入场衣柜。第二间睡房咁都系可以摆到床啦、衣柜啦，或者可以利用埋窗台嘅位置嚟做家私啊、书台啊咁都得。最后咧，第三间睡房同头先第二间差唔多大噶，咁就可以喺门后面都系做衣柜啦，或者可以善用晒成个空间做好多入场家私。景观主要都是望返内园嘅。如果大家都中意，我都会介绍宇承轩呢个三房单位，即刻打俾我睇到。又或者想了解少少景福苑更加多资料，都可以随时联络我噶。拜拜，下次见。